是儿童新乐园呢。对啊，让我们一起进去玩吧。好啊，走。爸爸，你看，真的有卡就可以进去了耶！真的耶，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。好啊。天神奇号，宇宙回旋，星空小飞碟，转转咖啡杯，奇异飞椅，寻宝船，魔法星际飞车，小飞龙，幸福风车，丛林猴猴树屋。但是我只有90公分，没关系，只要有大人陪就可以了。草莓，草莓，我要吃草莓！哇，摩天轮下面有好多台湾的水果。对呀、啊，这些水果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哦。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水果吗？小小，你看，海底总动员里面有好多可爱的海底生物呢。真的耶，有海马、海豚、海豹。哎呦，走得好累啊，休息一下。园区里面有很可爱的椅子，还有大牙长可以遮阳哦。行动不方便的人也可以借轮椅哦。哇，园区里面有放娃娃车的地方，那我是小孩，我可以坐娃娃车吗？不行，我们才是小孩吧。啊，真好，不然我们家巧巧如果一直走路，她应该很快就累倒了。如果有人昏倒，我们有紧急救护车。小乔，你看，这里就是苏蛙广场哦，有时候会有人在这里做表演哦。不止这里哦，室内也有剧团演出哦，要记得先买票哦。哎，面包烤箱里面是什么呀？是室内游戏区，还有球池哦。啊，那巧巧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我带你去美食街吃东西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巧巧，这里东西都好好吃哦，这样小朋友都不用怕肚子饿哎。那小 baby 肚子饿怎么办？这边有补给乳是给妈妈用啊。那我要再叫妈妈生一个小孩。一起来玩。嗯，那你们不会开车，那你们要怎么来啊？我们可以坐捷运到士林站或健潭站，还有很多公车可以到哦。开车的话也有停车场，很方便哦。如果在大门口萤幕看到想玩的设施，可是还要等很久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附近的天文馆或科教馆玩哦。也可以去旁边的河滨公园或美罗公园，一起骑脚踏车看看风景哦。哇，来玩真的都是
好玩有趣又长知识呢。对啊，我们要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。大哥哥们每天都很仔细检查各种设施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玩得安全又放心。以后我们就不要一直在家里打电脑，要常常出来玩哦。儿童新乐园，看我们。